小宝啦，小宝去哪里了？小宝，哎呦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你怎么跑到大街这个地方来吃糖来了？我的天哪，偷吃糖来了！怪不得说妈妈，我要到楼上去。我说到楼上去怎么那么静悄悄的？怎么说姐姐都害怕，就经常哎呀我害怕。你怎么到楼上怎么？原来是在偷吃糖了，你看着吧。这大姐呢，这大姐给她同学过那个生日的，你看看昨天准备生日的这个礼物，嗯，已经包好了，弄的生日礼物弄了一大堆，然后又给这个，我来看看，这姐姐弄的，哎呦，看看，给别人准备的这个万圣节的礼物，帮抱别人的，然后她搁这是看到了，昨天晚上看到了，今天早上来偷吃糖的。你看这个小朋友吗？没有吃糖啊！哦，没有吃糖，没还没有。我咽掉了。哦，咽下去了，咽掉了，还没偷吃糖。那这一个糖在这丢了，谁丢的？这个糖谁丢的？你说这谁吃的？二姐姐吗？那我咽的呀。哦，你咽掉了，没吃糖。他说，你这个小家伙还说自己没吃糖，太搞笑了吧？了啊？吐掉了嘞，还说自己吐掉了。这小孩你说可爱不可爱？你太可爱了吧你。偷吃糖的一个人在这。